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就在UTM 附近住了这个酒店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去上课，所以等下见喽，拜拜。Get the brother.
潮府休闲站，我们就发现了这个潮州粥。不过这潮州粥不一样，就是它放的是那个白鲳鱼。这个白鲳鱼呢，它的特别就是这个汤的味道了，就鱼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些菜，还有鱼。学那个铃音，就这样结束，然后可以去找我的狗，我的狗。